尖毫笔。尖毫笔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这个毛笔啊，中间是狼毫，周围包了一层羊毫，它是既能吸水，又能够有挺力，就是一弹力，知道吗？这是这个尖毫的特点，这毛笔很好用的，真的啊。那么这毛笔呢，准备好以后，我们怎么画这个牡丹花呢？哈，第一步首先用白粉，我们叫白颜色吧，啊，白粉贴好之后，和某一个颜色都行哈，啊，我画红的吧，和红的，和一个淡红色，非常淡的红色，看着哈，啊，很淡的粉红色，你看很淡的红色，贴好之后，这是作为一个基色，哎，好了，基色。现在我再开始鼻尖和这个曙红啊去接触，接触的时候呢，我的手是捻动的，大家看一下，捻动的哈，我不是这样调的哈，是捻动的。哎，只要一捻动以后，它的虚实关系就有了。画这个牡丹花呢，咱从这个单摆开始，就说大家看一下啊，一般就是这是一，我们可以多笔，知道吧？也可以一笔来画，看到没有？一笔也可以完成，三笔也可以完成，不要急于的去，哎，必须的那个开始画的怎么那个丰富哈？这是单笔的，然后呢，单笔后画了，这是朝上的，那朝下也是一样的，哎，朝下的，看到没有？哎，你随意的变。这一笔你就绘画好了，那我们再去画别的火画了。那么我们画的时候，大家看一下啊，笔根，不，笔根呢是淡的，笔锋是浓的，对不对？这时候又出现什么问题呢？老师，你那个黄色盘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。好了，这样哈，这以后大家看着哈，这以后我们由于我们的笔锋啊，就是笔的最高处。我有三缝的缝哈，是很浓的，这时候我们就互相挤压了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一笔呢，我们可以这样画，大家看着哈，给它激发了啊，哎，这样画，因为前面是浓的，互相去衬托，哎，互相衬托，这是一种方法啊，要从最简单的方法去画，继续衬托，哎，哎，这不是淡的吗？淡的和浓的想接触在一起，又是淡的又是浓的，又是浓的，这样一笔笔去压，哎，去压，来看这个效果哈，去压，再来清水，再继续压，继续压淡的，再去挤，你看浓的和淡的想结合在一块挤就可以了，这个方法很简单哈，非常好学。嗯，我继续压。你想怎么画，你就随意的走就可以了啊。这样，这个还是用这个笔根，毛笔的根部，我扫一扫。哎，根部扫一扫啊。所以毛笔里面呢，就是笔根和笔锋。笔肚都可以用这地方吧，这是一笔，这一笔吧，我然后再去用浓的来衬托这一笔，有理解吧？互相挤，互相衬托，这个牡丹呢就出现了。你这样成弧线了哈，我出去一笔，我压一笔，这一笔里面我是破成两个花瓣，看到没有啊？都可以加，随时去破就是加。你看这样的哈，当然我们现在不是。出作品就是帮他激发呢，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道理哈。淡的、浓的，嗯，这样随意画就可以了啊。当然，这个作品呢，它是它不叫作品啊，就是我们通过弧层衬托的方法来挤，嗯。跟我们仔细再讲啊，那现在再挤，这个是里面，它们的层次越是多，也布了多少层，
知道吗？都挤在里面去了，是这意思理解吗？啊，这个方法懂了之后呢，我们从第一步，把这画牡丹花了啊。第一步把了这个笔液洗干净，我们回到源头，看着哈，白颜色，白粉颜色啊。调白粉的时候要注意，不要太稠了哈。白粉颜色和你的红色，和你的红色调了一个什么色啊？一个粉红色，记得粉红色。粉红色以后，当了笔，哎，这个水也不要太多了，太多了是不行的哈。现在你的心目中我认为可以了，然后笔尖呢，蘸曙红，有过渡的。刚才把程序讲了，磨笔要捻动。现在开始画了啊，现在画跟刚才不一样了，大家看着哈。那么咱们这个方法比较传统的啊，好，然后以后再看着哈，先画一个花苞的形式，你可以这样画勾线，原来画的线呢比这个浓浓的笔锋的地方就挡死了，笔尖是可是浓的哈，你是不是浓的，感觉花包得特别紧，哎，太紧了，不是说是一朵花的问题，好多花都挤在里面去看。哎，这是一种开的，还有一种呢，就说是这样的，大家看着哈，我一点的墨。再倒一点，倒一点，好嘞。这是墨汁，然后呢，我们这样哈，就是开始的时候啊，严格的讲是看不见花的那个颜色的花苞嘛，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花苞是这样的，开始的花苞啊，它是非常结实的，很硬的哈，特别硬，然后上面是这样的。你看，这是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看这红色呢，就包在里面，知道吗？水感的开放，就成这样的了，成这样的，你可以这样画也行，一样的哈。然后用这个粉红色蘸大红色，来看一下啊。加一点点，知道这意思吗？就是还没有开，刚刚的把那红色露出来，到这个以后咱们继续画。那么第三个呢，就这样的，这个笔啊，顿笔捻一捻，顿笔捻它一下啊，成这样的。然后呢，把这个花是一样的，每次都是这程序是一样的。来看一下啊，这个意思理解吗？哎，一二三，第四步，这是第五步了哈。再一步画就不能按照方法画了。就它之前了，大家看一下啊，
这样，这样之后再把它包起来。大家看着啊，刚才是先画墨后画色，从第四步开始是先画色彩再画花额，把它包起来，看到没有啊？是这样的啊。看到吧，这种感觉理解意思吗？啊，这是一二三四五了，哎，当然这一步也是一样的。这一步以后，它的花额呢越是大了，它的花额越扁，像椭圆形一样，知道吗？越扁，它把原来的那种圆形呢，它挤到一边去了。看没有这种感觉啊？理解这个意思吗？啊，这是。五步，在第六步咱就可以光画花了啊。这个白的、粉红色的、浓的，哎，开始画。现在开始和这个不一样了哈，的程序图都有了，大家看一下。第一步先画前面的、两边的。这第一步啊，第二步来继续画啊。重复第一步，它是互衬的，前面我们说是淡的，我们笔锋呢是浓的，自然的把前面那个浅色就衬开了，知道吗？哈。好了，这是第一步，再继续走。我的墨笔的纸上是流动的，不是因为听着不动，这句话就不对，不好看了啊。中间这个部位先不要急于画啊，先把空着的啊。这个中国画一个特点，画一遍以后再画就不好画了。这个地方啊，最深的地方我们最后画。一边画一边破，哎，注意缺口的变化啊。
活着笔以后，刚才我讲了，这地方是最后画。为什么最后画呢？因为你画上以后再去画，它是水分地方，它有个颜色了啊。自然的，我们就是先画，就是现在不是蘸白了啊，蘸上浓浓的曙红，很浓的曙红，蘸浓浓的胭脂。刚才讲了，胭脂现在是可以用了啊。它是画黑的地方，深的地方，大家看一下。一边画一边扫形，这里边刚才讲了，有好多好多的花瓣藏在里面。那我们呢，就是把它画丰富的，这样也不止里边有多少花瓣。这里是一样，这个花瓣本身很单调，一个花瓣。好了，我们变成好多花瓣，看到没有？成两瓣了吧？我继续加一笔，几个花瓣了？就这样画，一层层的把花瓣啊丰富它，对不对？这也是一样的。这也是一样的哈，每个地方都有。因为上课呢，它和平时画画不一样，上课比较单调一些，自己画的话更丰富。用鼻肚扫一扫，我鼻肚子哈，这个不是卷着。卷到一块去了吗？扫一扫，这样这个白呀就藏死了。这是一步哈，对吧？这是一种形式。然后咱们窄画的形式，就是大家看一下啊，就说从开始一二，哎，我排，排到这一步了。这个程序理解吧哈，是这样的，这个画是朝上的，咱们画幅朝下的，这样的哈。一样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朝下还是一样的。我们平时曙红色用的比较多一些啊。笔法很多，不是一个单纯一个方法啊，它可以把山水画的方法，用到里面去，连圈里擦那种感觉哈也有。花合在一块去了，这地方刚才讲了，用曙红和胭脂，但是必须过渡的哈。来看一下，这一笔下去，浓淡变化都有的，是不是？必须把这种感觉画出来，一步一步的收拾。
这就是画哪里啊？画明部和暗部之间的关系。哎，这是调，这个收拾一下啊。哎，这是这种形态，对不对？所以花呢，咱们就这样，就可以了。下面呢，再讲上叶子啊。好了，先放在上面去，讲上叶子。大家看看啊，叶子不好画。怎么画界有这么一个说法：画花难画叶，画叶子很就是难在什么地方呢？就难在它的，就是没一个叶子好画，但是叶子的浓淡、叶子的不白、放什么地方、深和浅的变化，哎，这个是难的哈，别的都很容易。那我们怎么画呢？大家看着哈，这你讲了，在这里。大家看着哈，画叶子啊，一般我们是用绿色来画啊，人们都喜欢绿色画叶子比较漂亮。所以第一步呢，咱是用叶这个绿色来画。当画到一定时刻，咱就不用绿的，你水平高了以后，咱就不用绿的，用墨。墨是最高境界啊，墨是最高境界。所以说我们现在开始学呢，你就学这个绿颜色画就可以了。先用，听着哈。这里面有两种颜色，上面是花青，下面是藤黄。哎，花与藤黄呢，挑一个绿颜色。这个绿颜色它是比较沉稳的，哎，和那真花近似的啊，比较沉稳的。有些人呢喜欢用这个藤黄和太行蓝，那个叶子很鲜，不是很好哈。所以我的意思就是，咱们画的时候啊，开始学习啊，不要太鲜了，不好看啊。稍微有点那个沉稳的感觉。好了，绿色调好了，在毛笔里面充满一个单色绿色，对吧？这时候呢，我们和这个墨相接触，就出现了浓淡淡，知道吗？笔锋是浓的，笔根是淡的，来笔上叶子。叶子呢，它是这样的，先画叶子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一笔。两笔，三笔，哎，这是画叶子哈。然后呢，你依次类推，我们画一个这个图啊，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图，叫三叉九鼎。大家看着哈，绿色啊，这样，这个。接从这开始出现看到没的叶子啊，三叉就说一个之字出三个叉，知道吗？所以牡丹花有三叉九鼎。哪个九鼎呢？因为每一个花瓣有一二三，三叉加九，也就个鼎，对吧？叫三叉九鼎。这是它的结构，哎，它的结构，它的结构在画的时候，我们画这个叶子，它不是这么规矩的，深红的叶子，它是有覆盖力的，你挡着我，我挡着你，对不对？这时候呢，生活中的叶子和我们艺术中的叶子是不一样的，艺术中是用浓淡、干湿来笔上叶子，那生活中的叶子呢，它是杂乱无章的，对不对？怎么去笔上呢？我们这样，大家看着哈。先调一个绿颜色，这第一步，笔尖带浓的，大家看一下啊。我们这样画，也可以先画这儿中间的。你看这个叶子，看到没有啊？它变化了，哎，然后再画这种叶子。是不是啊？这一个弧。哎，这还漂亮哈，这种叶子，再一种叶子呢，就和它近似的，
种颜色。这会怎么来呢？就是这个玻璃吧，你这样看它是个一条线，你这样看它是个面，懂了意思吗？所以说这是说我们这个叶子和我们形成一条线的关系，哎，一条线的关系。只有这个方法懂了以后，我们就随意画了。你看啊，刚才呢我是沾上绿色沾墨，鼻尖是浓的，是不是？下面我是沾的墨，或者沾绿色都行的哈，绿色鼻尖，刚才是沾的墨吧，现在我沾水，沾的水了，水什么变化呢？大家看一下，上面是虚的，是淡的，下边是浓的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方法也挺有意思哈，对不对？也挺有意思。当我们画了浓度的叶子，很浓的，那下面呢，你再来清水，在浓的下面，我们画淡的，是不是好看吗？一个浓一个淡的，一个近的一个远的，这不好看了吗？一定不要重复，重复就雷同了。所以说，而且在画里面一个遮挡关系，什么遮挡关系呢？就说第一步我们画的时候是浓，大家看一下啊，一个浓叶子，浓叶子，哎，一边再一画，画着画着颜色少了，怎么办呢？我倒回去再从这儿画。你不浓吗？我在你浓的身上画，哎，你看这样，它两个是对比吧，一浓一淡，对不对啊？这样的啊，这个效果非常有意思，对吧？这样画完之后连接一下，哎，就成了这个画叶子，对吧？这是叶子的画法啊。下面再说杆，杆呢就说一般杆呢就是用赭石色和什么呢？和这个墨相结合，我们今天还光用墨啊。这杆怎么画呢？实际上这个牡丹花，说它是草本吧，又不对。草本到了冬天，一般呢上面这一块没有了，就快了，是不是？那么说它是木本呢，它和木本不一样，所以有时候这方面呢，有时候我就说。就是母本相，就是母本和草本相结合的。举个例子吧哈，它这样的，就是说每年，现在一到公园里面去啊，就这个效果。就这个效果。然后呢，开春之后，刚开春，它就变了，怎么变呢？刚开春以后，它就有这种长叶子了啊，发芽了。怎么发芽呢？就在黑的上面，看着啊，一个有。